到完整嘅妆点可以冇咗条眉呢？今日咧就教大家一个简单又好睇嘅眉妆。喺画眉之前咧，最紧要就系修眉。今日咧就会用修眉刀咧修咗条眉先。而我今日用嘅咧就系 Bia 嘅眉笔，咁佢有五隻色啦，同埋佢嘅特点咧就系有18 cm 咁长。咁我哋嚟睇下佢好唔好用啦。要画一个好睇嘅眉咧，就最紧要度咗个眉头、眉尾同埋眉峰嘅位置先。呢一个咧就系眉头啦，咁我哋就可以画少少技巧喺度啦。对上面即系呢个位置，好。而眉尾咧就会喺眼尾个位置对上面，然之后将三点连埋一齐，就可以简单完成一个好睇嘅眉妆啦。完整的眉妆是不是很重要呢？你看看这边是没有画，这边已经是画了。现在我们就可以快速地画另一面。那就完成了一个好看又简单的眉妆。觉得画眉很难的人就可以考虑买这一支了。